EBS 的最新一代 MicroBase 落地式 Base 前级效果器 MicroBase 3第三代。说到 EBS 怎么说呢？一句话 EBS 无情哈拉兽。看看这包装和上一代二代包装完全不一样，上一代发布还是十几年前吧。我把我一直用的这二代也给大家拿出来看看啊，这个是三代，这是二代，来看一下三代二代。这个二代是我人生中第一块贝斯效果器，是零几年买的我也忘了。这个三代首先功能上除了前级失真和 DI 功能外，还多了调音表和压缩功能，多合一，而且还不是数字的，是纯模拟的真家伙。并且为了符合现代贝斯手的使用习惯，失真通道可以略过低频信号，让低频信号保持在 clean 通道，然后再通过 blend 旋钮把两个通道调节在一起。还是那句话 EBS 无情哈拉兽。好，那咱就接上琴出出声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吧。